我呢？当年在泰国，我那把枪没子弹的。我要在你们俩当中选一个，我知道我怎么选都会后悔。咦，喂，你这么说好像你做对了。你救了阿秋，他一家人可以团聚，你也功德圆满了。但是为什么你救的不可以是我？紫薇，如果五年前我选你让阿秋去死，你觉得这五年你会过得开心？五年，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？你知道吗？谢紫薇，我不应该扔下你，我也对不起阿秋，我不应该逼